江桃被古巨基笑傻老，破自己弟叱咤表演片段，隔三分钟好漫长。古巨基古 Sir 与江桃去年合唱《爱回家》后，三日一起在网上音乐节目 Music Panda 现身，节目内共唱了八首歌曲。古 Sir 挑选了江桃原唱的 Dear My Friend 来悼念离世好友钱国伟，场面感人。江桃演绎古 Sir 经典作《致少年时代》，感叹入行前年少无知懵懂感觉已不复在，坦言很想念初入行不需要三思而后行的自己。古 Sir 指他认识的江仔是一个傻老，笑说娶江桃有时急助讲也，娶话鸡仔呀，我觉得不如干干干无够半分钟，娶又话无好意思呀，我头先无应该叫鸡仔，古 Sir 无好意思呀。在旁的江桃笑到弯晒腰，古 Sir 在笑位，我习工作群组传录音，渠壁反应无戏打字又无戏贴图歪，而戏副 mask 葛香大赞他仍然单纯可爱。提到入行后最开心及最沮丧事情，古 Sir 麦口乖只梗戏是到我老婆啦，江桃则指五年前夺得造星冠军，汉凭自己作品蒙着嘴说爱你站上叱咤颁奖台得到认同觉得最开心。不过谈到沮丧事，他不会掩饰今年1月1日的叱咤颁奖礼事件。他说隔晚隔几日我未知见识去到肝，未意识到见识肝，只知无无戏极好，但突然 DIG Facebook 花各个报道可以用见海量势力形容。我平时去开维园打波跑步，但隔段时间无敢去，好惊人地望住我会低头，我无敢地隔个表演，过一个月先赶地，有日习乌气做定定，各个 moment 破自己一定要地客观的审视，我无可以逃避那样也，一定要问到无好各地方戏捏也，跟住做习度地花死各个感觉戏太叹地，各时候无夸张，但地完低头无的破自己继续地地完花各三分钟真记好漫长。江桃选择不逃避，成功过了一关之后选择删去所有社交媒体专注工作。他坦言当时预料会失去很多东西，甚至由零开始，直至花姐告知他今年会举行演唱会，他珍惜这个机会再努力调教好自己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